请掀开经本第四十四面第一行，四十四面第一行，不有不可思议数，独率陀天王。所谓知足天王，喜乐海极天王，最胜功德床天王，极净光天王，可爱要妙目天王，宝峰净月天王，最胜永见力天王，金刚妙光明天王，心修庄严床天王，可爱要庄严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借请念持一切诸佛所有名号。到这个地方是一段，第一句是列数，表示团体的类别，这个团体是独率陀天。独率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喜足。欢喜知足的意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诸佛如来示现作佛之前，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成道成佛，菩萨成佛，最后身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再往上提升一级，就证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这一位菩萨常常是在这一层天中教化众生，修喜足之心。喜足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才叫做喜足呢？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喜足就很难了。诸位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世尊每一天吃饱了，他吃的比我们少，他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晚上找一个大树底下盘腿打坐，就能够恢复疲劳了。休息休息
就行了。三依一钵，他就知足了。每一天遇到一些在家出家的学生，跟他们谈谈话，帮助他们解决疑难，令他们觉悟，佛就很欢喜了。并不是他的生活很忧郁，事事都能够称心如意，不是这个意思。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得很好，得小小的乐意，那就是喜的意思，一切都能放下，都能够不希求，就是知足。所以喜足，我们可以从世尊当年在世一生行仪当中去体会。以及后来祖师大德们，我们世间人心目当中所见到的苦行僧，这些苦行僧也展现出喜足的境界。这是我们要细心体会的，要知道学习。学习诸佛菩萨，学习苦行的大德。实在讲，我们以为他苦行啊，我们反复眼睛里面看到啊，他苦行啊，而实际上啊，我们看错了，他一点都不苦，反过来他看我们苦啊，看这些世间人富贵人苦啊，他自己觉得他喜足啊，他心地清净慈悲，常生欢喜心，他真正是做到了知足常乐啊。人间的都率天人，岂不是这个样子？唯有喜足才能够圆成佛道。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后补佛都住在斗率陀天，他为什么不住在其他的天上？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18层天，
无处菩萨哪个地方都好住啊，他为什么不住四禅天？他要住斗率天。于是我们明了了，斗率是表耍表法，后补佛一定是欢喜知足，也就是说的长生欢喜心，知足常乐，这样的菩萨不久就成佛果了。那么也许同学要问，难道菩萨也有不知足的吗？有啊，有很多菩萨发心度众生，众生还没度完呢，可见他那个还没有知足啊，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对自己来讲呢，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别说菩萨，小乘出国都已经利益四相，我法两种执着几乎都断尽，还有微细的这些念头啊，没出啊。所以还称不上习足，必须微细的念头都能除尽，这才叫知足。那么这是斗率表法的意趣。他们在此地是表三地菩萨，三地是发光地啊。诸位同修要在这个地方啊，体会表法的意趣。知足才能放光。这个发光就是放光啊，光是什么？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由此可知，你对于事出世间法还有需求，还没有满足，这个念头不但是行为，就是这个念头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了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我们消除这个障碍，知足常乐的境界就现前。一般讲啊，你就证得了。切入这个境界，你在生活当中表现的是什么样子？我们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弥勒菩萨就是住在斗率天的，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弥勒菩萨在中国
硬化的那个身相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确实给我们显示的是知足常乐。我们中国人讲菩萨的形象，供奉在天王殿的当中，这个意思很深啊，让一切众生一入山门第一眼就见到弥勒菩萨，就看到欢欢喜喜笑面迎人，古德说得好，菩萨示现的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是佛心，平等心是真心啊。喜悦相是大慈大悲的，佛家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弥勒菩萨的造像就将这几句话完全显露出来了。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菩萨要笑脸迎人啊，要常常保持着欢喜心。如果我们有一念嗔恚，那就不是菩萨了。欢喜心里面要记住平等，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你那个欢喜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起来的，不是感情啊。如果从感情里面生起的欢喜心，可麻烦了啊，那叫情执。那个是错误的，那是烦恼啊，不是菩提。弥勒菩萨的欢喜，那个欢喜心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是真实慈悲表现。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这就没有错误，就真正学佛了。向下也列举十位上首，名号之中显示发光地修学的形象啊。
也显示出三地菩萨的修因正果。我们看第一尊，所谓知足天王，知足就是斗率陀天王的意思。斗率陀是梵语，翻成华文的意思就是知足。这一位总说，后面九位是别说。我们在此地要特别留意，知足的意思很深很广，六道凡夫为什么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过失就是不知足啊。不知足，我们就能体会到念念增长贪嗔痴慢。唯有知足的人才能够转烦恼成菩提。佛教给我们了，对于事出世间法都要知足，事法里面衣食足够了，还要求什么？佛菩萨自古以来高僧大德，大德里面包含出这个在家的居士，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居士传，这是历代在家修行成就的。善女人传，都是记载历代在家男女二众修行正果之事啊。诸位必须知道啊，出家人有修行正果的，在家人修行正果比出家人多，多得太多了。出家有佛，释迦牟尼佛是个代表，在家也有佛，在家人成佛了。我们在经上看到跟世尊同时出现的维摩居士，维摩居士在家佛，世尊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
人所共知。维摩居士说法，他们去听经，听维摩居士讲经说法，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这一些出家的比丘见维摩居士这个礼节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那么由此可知，当时这些出家的大德人人谦虚，对人对事对物都是恭敬有礼。他们这种事先做给我们后人看，我们现在这一代出家人修行不如在家人，这个是事实。我们无需要避讳也，看看念佛往生的在家人多过出家人，而且女众多过男众，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出家人反而没有在家人那样的成就呢？在家人对三宝有恭敬心，有这个真诚心，反而出家人呢，以为自己出家穿上这个长袍大袖这个衣服啊，就起了功高我慢，以为出家人就高人一等啊。谦虚恭敬心没有了，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行为，诸位晓得，要知道造业。你的修行就不相应，念念跟烦恼相应，跟菩提不相应，不如在家了。换一句话说，在家人的心比我们清净，在家人的心比我们慈悲，所以他们的成就多过我们。我们要觉悟啊，在晚境将这一桩事实说得最透彻、最明白的，可以说是欧阳靖武居士。他是民国初年的人，曾经在南京办过佛学院，他那个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时间虽然不长，倒是出了不少杰出的善知识。
他在内学院院训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佛法是师道啊，师道是老师第一大，教我们尊师重道啊，不是出家第一大了，老师第一大。他讲的没错啊，在佛法里面，谁最大呢？和尚第一大。和尚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清教寺。亲自指导我修学的这个老师第一大了，这个老师我们称他做和尚啊。所以和尚不分在家出家，不分男女老少，我跟他学，他就是我的和尚。像本经幕后示现的善财童子去参访德胜童子、有德童女，那个都是示现的，年岁很小的，没有成年呢，十几岁。德胜童子，说童子不满20岁，说童女不满16岁。善财跟他学，他就是善财的和尚。善财童子要称他做和尚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往年我出家了，也受过三坛大戒。我回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习，李老居士是我的和尚，我称他做和尚。所以诸位要记住啊，和尚不是说剃了光头穿这个衣服都叫和尚啊，那个是误会呀。他跟我们哪有这种关系啊？我们今天看到出家人都是和尚，错了。看到出家人称比丘，女众称比丘尼，这个没有称错。如果都称着和尚啊，我们就都搞错了，不知道和尚是什么意思啊。和尚是我们的老师，他不是我的老师，我不能称他做和尚。他跟我没有这个关系。称呼里面很重要，不可以误会。我们通常称他做比丘、比丘尼，没有称错。称他做法师行，也不算错。不能称和尚，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师生的关系，不能称和尚。那称和尚就直接教导我们的老师，这和尚第一大了，跟父母一样。这叫师道啊。佛法从孝亲
尊师里面入门。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的敬业三福，这是修学的根基。所以我们对于世法佛法都要知足。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佛法里面我们选择一门，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生活环境，修学就格外容易，功夫容易得力了。一门就是知足啊，选择的法门太多了啊，那就不是知足了。那么也许诸位读了华严呢，这个疑问就来了，善财童子五食三餐他不知足啊，这又怎么说法呢？善财童子最初修学一个老师，不是很多老师，他的老师文殊师利菩萨，也许你们要问了：善财运气好啊，找到这样的一个好老师啊，我们比不上他，我们到哪里去找文殊菩萨来做老师呢？起这种疑惑的人没有念过华严经，真正明了华严经啊，你就开悟了。文殊也是表法的，表什么？根本智。后面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厚德智，全是表法，跟此地讲的这天王一样的，都是表法的，你可不能把它看死了。文殊表根本智啊，根本智要从一个老师你才能够得到。这是你入门。你要是学许多法门，亲近很多老师，那你注定失败，你不会有成就。佛在这个经里面叫善财童子五十三位善知识做一个修学榜样跟我们看。老师只有一个人，学生呢也只有一个人，这个意思深啊。我们亲近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
你才专，你才精，不杂了。两个老师教你是两条路啊，三个老师是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你往哪里走？你越学越复杂，越学越迷惑，你怎么能开智慧？佛家的教学一门深入，一个老师。中国过去儒家教学也是一个老师。也是一门功课啊。一门没有学会，决定不能够学第二门。用这种方法，成就你的根本智啊！根本智就是文殊菩萨所表啊。根本智成就的，什么叫根本智？《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就是根本智。无知实在讲，就是大定啊，在我们净宗来讲啊，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合起来就是根本智，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的。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定，心不颠倒是慧，那个慧就是根本智。你即使得到了，然后啊，老师才叫你出去参学，参学的。处思了啊！中国过去的话叫处思了，现在的话叫毕业了啊，可以离开老师啊，毕业了。从前我们不叫毕业，叫处思。处思之后干什么呢？参学，那就是五十三参了。他在文殊菩萨这里修学毕业了，再出去参学了。参学是什么意思？面对广大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如同禅宗慧能大师所说，不生烦恼，常生智慧啊。那个常生智慧是生厚德智，所以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一切人物，接触的这一切人，接触这些人呢，他从事的哪些行业，我们今天讲是各行各业，你所见到的事啊，
你所见到这些人在造作，那是因啊。你在看这些人的生活当中受用啊，那是果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厚德智从哪里来呢？从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因、一切果，这个里面开悟了，不生烦恼，只生智慧，慧能对五祖忍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那叫做五十三参。在五十三参里面可了不起了，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善友，这一句话的意思正是佛在经里面教导我们，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他这个认知肯定面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跟我是什么关系？是我过去父母，是未来诸佛，是过去父母，我们的孝心生起来了。三福里头第一句，孝养父母，我们这个心生起来了。他又是过去诸佛了，我们第二句啊，奉事师长啊，这个心生起来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以真诚孝敬之心处世待人接物，这就是菩萨。这是觉悟的心，那么翻过来看，六道众生不知道孝道啊，不知道孝亲，不知道尊师啊，六道里面谈到孝亲尊师范围很窄小啊，不究竟不圆满啊。佛法里面讲孝亲尊师真正说到究竟圆满处，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去认知、去肯定，无上佛道在这一生当中就不难成就了。所以普贤菩萨在总结《华严经》修学，他老人家说出十个纲领，总结全部的经义。第一条，礼敬诸佛。诸佛是谁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是诸佛啊。对于一切人，你要真诚的礼敬，
对于一切事也得离尽。事对事怎样离尽呢？办事情认真负责，就是对事的离尽。对无，无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无情是无啊，有情也是无。不但人是动物啊，我们讲有情之无啊，人是动物，畜生也是动物。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人也是动物啊，鬼神、地狱都是动物啊。有情众生，我们今天叫动物吗？你看范围多大？六道以外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可以包括无这个字里面。无这个字包括范围太广了，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一个字都包括了，我们通通要离尽。然后那个孝敬呢，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念念具足圆满的孝敬，你所修的叫普贤行。普贤菩萨跟大乘菩萨修行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心。普贤菩萨念念都是孝敬的，他那个境界是尽虚空遍法界。佛教我们要修啊，特别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的孝敬不能够达到遍虚空尽法界，你所修的就不是普贤行。佛在经上说得很好，菩萨若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这句话我们听懂了没有？这句经文我们会了没有呢？怎样才学成跟佛一样呢？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太长了，我们读到前面不知道后头讲什么，讲到后面前面已经忘光了，经文太大了，很不容易掌握到修行的纲领。好在普贤菩萨把它归纳为十条啊，十大愿望。就是十大愿望也很不容易掌握，还是无量寿经好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浓缩，是华严经的精华，便于读诵，便于受持，真正能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的意思明白了、通达了，你就大开圆解了。
你能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做到了，落实到你生活里面呢，你就是修的普贤行，你那个十大愿望才圆满呐。那么你就很像尊佛了。前面跟诸位说过，纵然不能入分正位也，你也一定入相似位了。入相似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不是同济土啊。如果你要是入分正位，你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干的。这总归结都是我们对事法、对佛法知足才办得到。如果不知足，还有贪心，你就很难成就。所以这一层深意要细心去体会。第二位菩萨，悉罗海吉天王，名号里面很明显的显示出知足的妙用，所以知足常乐了，显示出啊常乐，喜乐海极，海跟极是形容词，都是形容他的喜乐，喜乐无边啊，海的意思啊，喜乐高显，显是明显啊，行高啊，这德行呢高妙啊。极表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喜乐之行高妙呢？诸位要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如果你在这个世间得大富贵，显示出喜乐不算高妙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印度十六大国王，经典里面记载的这些护法大富长者，他们那个喜乐不算高妙啊！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每一天你看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休，每一天忙着各处去教化众生，其乐无穷啊，这个喜乐高妙。凡夫不知道，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这种生活，
苦到极处了。而释迦牟尼佛自得其乐，这个乐是真乐，不是享受世间五欲六尘之乐可比的，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乐。在中国古代也有，很少见。孔老夫子有一位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你看夫子常常赞叹他，颜回很穷啊，我们从夫子口中知道他生活的状况，一箪食，一瓢饮，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用什么东西盛饭呢？用竹编一个篓，用这个盛饭，可见的他很穷啊，饭碗都没有啊！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啊！用葫芦瓢去舀水呀！但是瓢饮呢，是说颜回贫穷到这个地步。夫子说得好啊，这样的生活，一般人过都感觉得很忧虑啊。而颜回怎么呢？不改其乐。颜回一天到晚表现的欢喜啊，这个是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知足常乐啊。那么在中国古代，颜回代表啊，在我们佛法里面，释迦牟尼佛代表。这样的生活，别人过起来过不下去啊！正是夫子所说“不堪其忧”啊。大圣人不改其乐，这个才真叫做喜乐害己。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到啊。如果我们能够很细心、很冷静的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够得到各种之三昧也。粗心大意，你看不出来。你体会不到。当然你更无从学习了。那么这是千言万语，总归结起来叫我们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要懂得知足。为什么呢？知足之后啊，你的心是定的，定就能开慧呀。楞严经上讲啊，静极光通达。你的心平静，平静到极处就放光。这个词的代表的发光地菩萨就放光了，放光了，
智慧现前。由此可知，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清净心上得来的。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心起作用，就是真实智慧，无量的智慧啊！他怎么不欢喜？他怎么不快乐？那么，如果从思想上来讲，世间人他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他以为这些境缘之中有好有丑，有苦有乐，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呀。诸佛菩萨觉悟，对于人生宇宙的真相彻底通达明了。正如《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知道所有的现象是平等的，不但是平等的，而且是幻化的，不但是幻化的，而且是了不可得。所以他的心行呢，对着外面境界呢，永远是清净平等，那叫真乐啊！那个叫真自在啊！自在还有一层深意，能转境界，这才叫自在。楞严会上说得好，若能转境，则通如来。所以诸佛菩萨他能转境界，不被境界所转啊，这个就是真落了。第三位菩萨最深功德闯天王，功德修功有德，修功从总纲领上来讲，三学六度，这是修功啊。你所得的是什么呢？是三德密藏，那是你所得的。这个说法诸位听了啊，还是很模糊啊，怎样落实呢？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齐心动力，一切作为与真如自信相应，你就有功。这个说法还是不好懂，我们把这个话了还要说得浅，说得明白。起心动念与戒定慧相应，
与界相应，今日之下所谓的或情或理或法，你与界相应。想一想，我起心动念，我言语造作，合不合情理法？情理法的标准在哪里呢？标准在经典，在一切经中，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无量寿经》。其实，佛说的经论很多，无论依据哪一部经都好，但是你必须依一门，你不能搞太多太杂了，太多太杂了，你就没有办法，没有依靠了。依一门啊，我的思想，我的见解，言语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那你就如法了，如理如法了。如理如法了，这叫持戒，这是戒学啊。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在工作里面，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换一句话说，遵循佛的教诲，夜夜依教奉行。正如同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教给我们的，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要去做。这叫持戒。怎样与定相应呢？金刚经上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你与定相应。所谓不取于相，决定不被外面境界相所诱惑，这是不取于相。我们今天看到外面境界就起心动念，这个不行的，这你着相了。他说外面不会被外境诱惑，这是本事啊，这是你真的有功夫了。内里面呢，不生烦恼，如如不动啊。不生烦恼是不起贪嗔痴慢，我内里头不起，外里面不受影响，你就与定相应。什么叫修定呢？这叫修定啊。诸位同学要记住，修定不是盘腿面壁，你把盘腿面壁当作修定，你错了。坛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坐禅，完全是发挥金刚经上这两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坐禅呢？外不着相叫禅，内不动心叫坐。你看看六祖这个说法，岂不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话的注解吗？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坐禅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参访玉香长者，那是修禅定的。他在哪里修啊？在世禅当中修。这个世禅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讲的商场啊，最热闹的地方啊。现在此地我们中国人讲超级市场啊，他去逛超级市场那叫修禅定啊。超级市场东西多啊，看得你眼花缭乱呢，看得怎么样呢？不取于相，他不着相啊，在这个里面呢不起心不动念，那叫修禅定啊。可见的他修禅定不是在打坐啊，他是在逛市场。我们凡夫对哪一种人起恭敬心呢？每一天面壁闭着眼睛在那里不动的，这个人了不起啊。你看看，哎呦，七天都没出定啊，这定功很深啊。我们不知道那个逛市场天天东看看西看看，那个人的定功比那个还高啊，不知道啊。真正有功夫的人我们看不出来啊，那个盘平面壁不动的，我们认为那个功夫高，那是初级的修学法啊。天天逛市场如如不动，高级修行法我们不知道啊。这个高级修行的人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我们凡夫市场上一逛啊，贪嗔痴都起来了啊。这个东西要喜欢起了贪心，那个不喜欢起了嗔恚心啊。不晓得人家在逛市场的时候修戒定慧啊，这是定的意思啊。慧是什么呢？清清楚楚，了了分明，那是慧。所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教给我们定慧在哪里修啊？最热闹的地方去修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你不被外面境界诱惑啊，自己能够如如不动，这是定。定慧等持，也叫做佛慧双修。佛是定，是佛这是最深功德。那么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断恶修善，三轮即空。三轮是不着相。断恶，不着断恶之相，你的心清净平等。修善呢，不着修善之相。如果着相修善，你所得到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如果不着相断恶修善呢，那是最殊胜的功德。可是从断恶修善四相上来说，没有两样。从用心上来讲呢，凡圣完全不同。凡人修福，圣人积功累德，圣人所修的是功德，凡人所修的是福报。怎么会一样？
那么这个德号里头加上最胜，诸位现在明白了吗？最胜的功德床就是讲堂跟念佛堂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讲堂能令一切众生获迷开悟，念佛堂能令一切众生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还有什么功德能够跟这个相比？你要是明白了，你才知道见讲堂。秦法师大德居士讲经说法，见念佛堂，领导大众在一起念佛共修，这是最胜功德床啊。不过这个里面要认识清楚啊，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怕的是大家生起误会。佛家任何一个道场都要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念佛的道场也只能有一种仪轨。念佛里面也是一个腔调，如果我们用的仪轨不相同，念佛的腔调不一样，今天念这个调，明天念那个调，你这个念佛堂的共修的人，你怎么会得一心？你的功夫怎么能得力？所以念佛堂临众的法师或者是临众的大德居士，一个人呐，这样才得力了。今天我念佛堂请假法师来念佛，过两天我再请一法师来念佛，每个人念的不一样的，这个念佛堂人呢就念乱掉了，这个事情很难啊。请法师讲经，我这里有个讲堂，今天请假法师来讲弥陀经，下一次又请一个法师来讲金刚经，把听众啊也听糊涂了。这个事就难了。你真正想建立道场，成就众生，不能随便请人讲经。我过去初学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我在台中住十年了。我看到他老人家做的方法的确跟人是不一样。这个道场他一个人领导。念佛他教的。
他没有请任何人来指导啊，莲社同修念佛，没有过。顶多一年偶尔打一个佛七，请一位法师来主七。啊，在佛七里头当老和尚啊。打佛七里面临终的还是居士，都是他的学生，都是他平常调教出来的。我看出来了，台中莲社慈光图书馆每一个星期讲经，我看到许许多多法师大德从台中经过，他老人家一定是去顶礼呀，去礼拜呀，送上供养，有的时候啊请法师吃饭，但是从来没有请法师讲经过的。不但不请法师讲经，连请法师讲开示都没有。我发现了，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为什么不请法师讲开示？这个法师很有名气，我们大家很仰慕他的。他老人家告诉我，不行，他跟我们修的法门不一样。我们同修在一起几十年，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共识，如果法师来跟我们讲经讲的不一样，我们这个听了一定又有很多同修生了疑心，起了疑惑了，然后不知道要费多少时间，费多少苦口婆心呢，才把他拉回来，这自找麻烦了。这个叫真善知识，真正爱护大众啊。给诸位大众在一块共修啊，他真正负责任。所以我们才体会到古大德所说的“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呐。古时候，这些大德们懂这个道理，所以可以请。现代这些出家的法师已经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很难。你请他来讲经，他讲他一套东西，他不顾你们的。如果你们这边是修净土宗的，他是个修禅的、学密的，他来讲，禅密比你念佛高啊，你听了之后怎么办？啊，你到底还去参禅去，还是去学密去呢？啊，还是继续念佛呢？就把你搞乱了。可是古德，你要是请他来讲经，或者是请他来讲开示，他一定赞叹你的道场，赞叹你的法门，赞叹你们的老师，增长你的信心呐。他对你这个道场有贡献呢，没有破坏呀，那样的法师当然可以请，当然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个基本常识。
可是现在人没有这个修养，我们就感到很困难了。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则，所以过去我在香港讲经，这是1977年，20年前，我在那边讲楞严经，摄义法师来听我讲经，一连听到好几天，听得很欢喜。他是参禅，我是去念佛法门。虽然讲楞严，我也把楞严借归到净土。圣依法师请我到大屿山宝林寺，是他主持的道场，禅宗道场。我去参访，看到他们认真在坐香，我欢喜啊。那个时候他这个道场有40多位出家众，其中还有几位外国的僧人，每一天坐香啊。圣依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示，我赞叹圣依法师，赞叹宝莲寺这个道场，赞叹这一些同修们在一起和睦共修啊。我帮助他，使他的这个信众对于老师更有信心，对于道场更有信心，这个叫赞叹三宝。我离开道场之后，还有几位居士陪我一道去的，在路上就给我说：“法师啊，你对于这个禅宗这么样的赞叹，你为什么不学禅呢？”人家是什么道场，我们就要赞叹那个法门啊。我们总不可以说你的参禅很不容易啊，很难开悟啊，没有念佛好啊。人家已经在那里参了20几年了，我这几句话破坏人家道场，那我就有罪过了，不可以这样做法的。我们要懂得礼貌，要知道怎么说法。所以这些同学问啊，禅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参禅去念佛？我只有说，我不是参禅的根器，他们的根器都高过我，我不如他们呢，只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我说的话没错，一定要懂得。你们同修在此地，也许还有几位还记得了，早年我到此地来，演培法师请我到他道场讲演，我赞叹演培法师。演培法师跟我虽然很熟，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他跟我学的法门不一样啊，他修弥勒净土啊，他求生斗率天啊，我们正好讲的斗率天。我们修弥陀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我到他那个道场，极力赞扬法相为实，赞扬斗率净土，劝勉同修认真的跟他学习。我对于弥陀净土一字不提。他那么多的信徒跟他已经20多年了，我总不能到那里去，弥勒净土难啊，弥陀净土容易，不可以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就破坏人家道场啊，这有罪过的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哪个法门都好，你跟这个老师学习，你决定有成就。我们要懂得礼貌啊，所以我到很多地方，人家请我去讲经，请我去讲演，他放心了，我懂规矩啊，我守法了，守法就是持戒啊，我不会毁犯。那不仅我懂这个道理，我还懂得结法缘。我到别人道场去讲经，或者是去讲演，很多信徒供养我，我把这个供养全部供养他的常住，我跟他常住结法缘嘛，我不会带走啊。所以有很多道场啊都喜欢请我去讲经，为什么呢？对他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我不拉他的信徒，我不要人家一分钱。我们法缘呢，就接下去了。不但这一个道场接了法缘了，其他道场听到的时候也欢喜，也来找我去讲经。如果我们到那去讲经，又收皈依徒弟，又把红包通通带走，这个道场一看害怕，下一次再不找你了。不但这个道场语言断绝了，其他道场听说那个法师很厉害啊，把我的信徒都拉去了，我们信徒红包都被他拉走了，没有一个地方会请你讲经。你的法缘就全断掉了。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要知道怎样成就最深功德床。我们自己所修的知足常乐。我们对一切众生只是把佛法介绍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净土法门，当生成就的佛法了。我们推广的这个面越广越好。令一切大众生起信愿，信愿越深越好，希望人人都能够真修啊，个个都能够往生净土，不退成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除此之外，万缘放下。这个样子就如法了。那么在现在，我们真正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
很难得。所以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办大专佛学讲座，这个里面老师也不少啊，有六个，开的六门功课，除他自己之外，所有的这个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志见相同啊，目标方向一致啊，无论讲哪一部经论，最后都皆归到净土。这个殊胜，而不像一般寺院道场啊，办这个佛学讲座，大专佛学讲座，请几位老师开几门功课，个人讲个人。学生听了之后啊，无所适从。我参加过这个讲座，我上课的时候极力赞叹净土。第二堂课那个法师的时候，完全排斥净土。学生来给我说：“这我们怎么办？”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不能说那个老师讲错了，老师没讲错，那你只好自己看着办吧。以后啊，这种讲座我就不参加了，不但讲座不参加了，佛学院请我去教书，我也不参加了。我知道困难。办一个成功的佛学院难呐。没有办法请老师，请老师是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个人有个人的知见，会把学生教得迷迷糊糊的，对不起学生啊，所以要想办一个成功的佛学院，一定先培养师资，师资道合。然后这一批人呢，共同来合作来办学，那个佛学院能办成功。所以这个事情难，跟世间这个教学完全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最胜功德床，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第四尊极净光天王，这个意思也很明显，唯有极净才能生圆满的智慧。人王经上将菩萨分为五个等级，这五个等级都用人来表法，最高的这个等级叫极灭人。经上告诉我，极灭人是属于哪个位次？下品，法云地的菩萨，十地菩萨；中品等觉菩萨，上品如来的果位。比这个第一阶的诸位也很熟悉，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下品七地菩萨，中品八地菩萨，上品九地菩萨。
那么由此可知，极净光啊，十地以上啊，这下品是十地，中品是等觉啊，这是智慧，可以说已经达到究竟圆满了。我们知道这一个事实，在我们现前就应当要学习寂静。从哪里学起呢？从静学起。实在讲，这个方法也跟楞严会上所讲的解结的意思相同。佛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讲，六根，每一个根都有六个结。最初下手之初，从动静，我们离开一切躁动，修静。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的功夫才能够得力。所以修行人如何修静，你有静的这个功夫，能够享受到清净的乐趣，远离一切躁动，让你的心渐渐定下来，渐渐能够远离五欲六尘，然后才能做到远离分别执着。我们今天讲离分别执着，实在说是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外面现在这个境界，诱惑的力量比古时候不知道要强烈到多少倍。外面有强烈的诱惑，里面有啊烦恼习气，所以修行很难成就啊。念佛这个法门尚且不容易得到功夫成片，其他的法门呢，根本就不可能成就。往年谭旭大师说过，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禅不但是不能开悟啊，禅定都得不到。你得禅定，果报也不过是在四禅天而已，出不了三界。你修教啊，学教，你不可能大开元解。你学密，你得不到三密相应，所以到最后
在劝你老实念佛，求一个待业往生，这是我们现代人能办得到的啊。所以最后啊，戒归到净土啊，我们要知道这一层的深意，然后死心塌地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还有救。但是对净宗法门理论境界不能不清楚，因为你不清楚你就会有疑惑，有疑惑就会产生障碍，一定是这个每一天研究这些教理目的何在，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建立清净的信心，清净的愿心，然后我们的功夫才得力。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